名貴燕窩品牌高遠，日前就在華人工商大展上為民眾帶來養生的燕窩。為了優惠民眾，凡購買燕窩高遠，還會將送出燕窩手工簡以及燕窩燉鍋等等。那在这里祝大家鼠年行大运啊，新年新希望，也希望你们有数不完的钞票。那我们高原青燕窝在2020年会有新的优惠，除了买燕窝送炖锅以外，我们还有新的肥皂礼盒，燕窝肥皂礼盒，所以大家吃在里面，用在外面，保证皮肤是倍儿棒的。燕窝本身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东西，所以适合老年人还有小儿吃都没有问题。但是最重要的是燕窝它有清肺，然后让大家皮肤变得更美的功效，所以它每天吃它等于就是在保养你自己的身体。而我们高原青燕窝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点，就是我们有经过非常严谨的清理的一个过程，所以这个燕窝拿到你的手里不用煮不用泡也不用洗，可以直接就去煮，那90分钟用我们的炖锅就可以煮好了，那也不会破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。所以如果大家要选择燕窝的话请选择高原青燕窝。